你叫什么？贝尔多，来啊，封杀我呀！你回到配音间，在当事者面前向我道歉。你好，今天是挑选配音演员，所以采用这一种方式面试。啊，好，开始自我介绍吧。老师们好，我是34号贝尔多，是一个资深的动漫迷，现在正在准备日本声优学校的考试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从前，在一个大森林里，有一个蓝精灵村落，在这个村落里的蘑菇屋里住着许多开心的蓝精灵们，他们是一群勇敢互助、团结合作的集体，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、聪明伶俐的小精灵。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，我今年543岁了，这整个村里都由我来管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妹妹，你们看我漂亮吗？我是格格巫，我法力无边，蓝妹妹是我创造的。你们别上格格巫的当，我早就变成好孩子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劳动了，劳动才是最光荣的。哼，好了。很好，谢老师。是啊，就算我配音差也没事儿，都是自己人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那些面试的人可真傻，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，反正也轮不到他们。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帮我们面试。您客气了，个人拙见，这34号贝尔多挺不错的。这个，刚才最后这个姑娘是我们老总的侄女，老总的面子不能不给啊。既然如此，今天为什么还找我呢？小叶，你的声誉对公司的形象是有好处的。这边可以结束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谢谢大家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我是34号贝尔多，我觉得您是否应该公布一下面试成绩啊，让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。非常抱歉，这位面试者，现在面试已经结束了。还有一个我们感谢您能来参与。没有定人啊，过两天大家都散了吧。这边请。绝对没问题。瑞瑞。什么瑞瑞？女配角的名字叫瑞瑞。你可不要惹我，我可不是普通人。你普通话都说不好，当然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你信不信我让公司封杀你？你赶紧来封杀我，这种公司请我来我都不会来的。这位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就是嫉妒我被选中了。在这诬陷我，真是丑人多作怪。丑人多作怪。哎，我说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，我们就叫保安了。你请让一让。你就是那个面试官吧？我记得你的声音。34号吧，我也记得你的声音。我说你啊，声音也挺好听的，长得吧也像个好人，但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耻的事情呢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们这些人每天这么努力地学习这些配音技巧，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。你们要走后门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那为什么要做这种面试的表演呢？啊？喂，小个子，别在这无中生有。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没有事，我是要记住你，以后有你的地方我坚决不去面试。有志气，你叫什么？贝尔多，来啊，扶上我呀！你回到配音间，在当事者面前向我道歉，恢复我名誉。 Thank you.